大家好，不是蒙不过江，不是真人不露相，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。好，今天这个大盘开高震荡走低，收盘小涨14点。今天呢、从三个部分来跟各位讲。好，一个是大盘的部分，一个是股票的部分。好，会涨的，会跌的。好，会涨的在哪里？会跌的在哪里？好，那我们先从大盘的部分来谈。好，那这个大盘，好，今天我昨天跟各位讲过，好，我跟各位讲过什么？我说短线它会反弹，好，所以今天啊，谈的前半场，好，尾盘压下来，好，那简单的说，如果说从短线的角度来说，好，这个叫做什么？预期中的技术性反弹而已，好，其他看法不变，其他看法在这里了哈。昨天我跟各位讲过哈。周线啊，周线是代表大盘的中线，好，周线就确认这个礼拜收黑了，好，那周线确认这个礼拜收黑啊，就任何反弹就空都空点，好，为什么周线这么重要？因为它是一个中期的架构，好，看盘是要先从大盘长线的架构来看，这个是第一个大架构，第二个是中期的架构。第三个才是短线的波动，好，你那个顺序你要搞清楚。好，那这个大盘是不是在10月17号还没涨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过什么？我说这个叫做跌势的末段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各位什么？我告诉各位时间，下个礼拜完成末段修正。我告诉各位什么？我说这个留下来的周缺口一定回补。我告诉你往下吗？我是不是告诉你往上？对不对？我是不是告诉各位会先往上？那是不是像我讲的，隔周就收红往上嘛，对不对？那在隔周的时候，在隔周的礼拜一，10月27号，这24号礼拜五了哈、这10月27号，我进场买，带会员进场去买多，当时大盘加权指数在8627点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为什么要买多？因为周线、中线呢、中线，这个叫中线。它会继续收红，而且它会来补缺口。那有没有继续收红补缺口？对不对？你只要大的架构往上，你怎么买怎么对，因为这个叫中期的架构是往上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跟各位谈大盘的中期架构是有原因的。那在补完缺口的同时，是不是也是预告？礼拜五预告怎么样？下个礼拜。预估会进入 V 波的压回，那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压回？是不是压回？压回的时候，我跟你说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是不是告诉各位，这是走这一段，再来是走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我们告诉各位，在隔周未来进入吸量的最后拉抬，还有这一段。整理的时间波到下个礼拜，哪时候？这礼拜五，这礼拜一，最快明天，整理到明天之后才有最后拉抬的机会。礼拜一进场买多，我是不是跟你讲最后一趟呢？对不对？礼拜一8839，大盘加权指数买多，隔天有没有上去？有没有上去？有没有上去？这一段是不是告诉各位，这个继续收红没有转折哦？没有收红没有转折哦，好，继续收红就没有转折，进入吸量的最后拉抬，开始走这一段。预告空间来到哪里？9150到9250点左右，到上个礼拜空间9150到9250，上个礼拜了哈，这上上礼拜，这上礼拜。好，上礼拜收红没有转折，对不对？但是空间有没有来到9251？差不多了哈，给一点。好，这种阿未来是估预估的。好，这个礼拜哪里不一样呢？这里不一样了哈。这里不一样了。这个礼拜收黑就有转折了，
这个红，这个黑，这个黑也有转折，但是这个黑我们讲过，这个是这个转折，再来是往上还一段，那是不是从这里开始都是红的，都是红的，都是红的，到上礼拜都红的，到这个礼拜就收黑了。好，那当初规划 A、B、C， 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们来看这是不是 A、B、C， 这是大盘，台湾五十是不是领先？像我讲的，上个礼拜这里就收黑了，是不是也是 A、B、C？ 这是不是台湾五十？摩根现货是不是也领先上个礼拜收黑？是不是也是 A、B、C？ 是不是？那台湾五十上个礼拜收黑，我请问你往上还往下？是不是往下？是不是往下？是不是跟我画的都一样？时间都一样哦。时间都一样哦，这是不是上个礼拜？上个礼拜台湾五十收黑，我就说这个有转折的，是不是往下再走哪一段？再走这一段嘛。所以台湾五十是不是继续走往下走？是不是继续走这一段？摩根现货也一样啊，是不是上个礼拜就收黑了？是不是一样走这一段？一样走这一段。那大盘这个礼拜收黑，是不是一样？未来怎么样？未来它同样要走这一段嘛，所以说这个礼拜的收黑是不是有转折？有转折代表怎么样 ？A、B、C 波的反弹已经告一个段落，未来将进入另外一段的向下修正。所以从指数的角度来说，不要做错方向。目标在哪里？目标在这里，这里未来进行的怎么样？好，这礼拜三我跟我会员讲的，礼拜三我也跟各位讲过了。好，大盘目前短支撑都跌破，基本上若是本周周线收黑的话，视为中线的 A、B、C 波的反弹告一个段落。初跌段的目标就是在这里，我们将来会给你验证，因为不能预测指数会跌到哪里，所以9000点不会是支撑，未来任何反弹都空点。大盘，好，大盘讲完了。可以讲股票。那各位投资朋友，在讲股票之前呢、啊，来谈下礼拜的证所税议题，对不对？大户条款会不会取消？那个我不知道。那各位投资朋友，我说过了，如果从亚洲股市来做比较，你认为证所税条款取消就一定上去吗？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韩国现在在哪里？我们跟韩国的位阶是一样的，都只是一个空头的反弹波。基本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证所税如果大户条款取消，对外资有没有影响？没有影响。为什么没有影响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大户他不课税嘛。所以说不公平不正义，我不认为说证所税条款应不该取消，我个人没意见。我唯一有意见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证所税只针对怎么样国内的投资人去课税，不对外资课税？我觉得这个就不公平。你要课税就是一起课税，台湾人的钱谁赚走了？就是这些外资赚走了嘛。你们的散户的钱谁赚走了？就是外资赚走了、啊。那外资进来赚你的钱，不用课税，这个就不合理了。好，这是我个人针对这个部分的看法。那至于说证所税取消会不会大涨，我跟你讲，我不认为。我说过，你拿南韩来做例子就好了啊。韩国也没有证所税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我昨天跟你讲过嘛，韩国在我们在同一个月份见高，在同一天见低点，差不多在同时间见低点。10月17号，这是韩国的低点，跟我们差不多同时间开始反弹，我们强度比它强一点点，但是后面结果都一样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反弹波。所以为什么要往下？是有原因的。好，那各位投资朋友，证所税取消，为什么大家一直在酝酿？当然啦，其实坦白说了，真正散户被磕到证所税的人怎么样？其实很少。
寥寥可数。我相信你看我节目的，你去年你也没被课到正所税吧？大部分嘛，除非真正的主力大户。所以为什么会酝酿说正所税取消的原因在哪里？最主要是主力大户。主力大户他希望他赚钱不被课税了。那主力大户他会针对什么？他最喜欢做什么？他不会去买全资股。为什么？因为买全资股怕外资到货嘛。他会买什么股票？他会买中小型股。所以说各位投资朋友，最近比较不受影响的是哪两种？比较不受影响的是谁？中小型股。所以说今天涨停，每天涨停的家数都是这些中小型股，今天总共有39家。好，都是一些谁？都是一些中小型股，对不对？都是这些中小型股。那这中小型股里面又分两种，哪两种？一种是绩优的，一种是跌升的。所以说你说大盘下来会不会有的股票继续涨？当然会，因为不是所有的股票，所有的股票都跟大盘怎么样一起动，对不对？有的大盘往上的时候它再往下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子讲嘛，随便挑一档奥斯特好了，大盘往上的时候它一直往下跌啊，你看这一段大盘嘛，这在弹的过程，大盘在弹的过程，它是不是一直往下？那个8080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一段大盘在弹的过程，它是不是一直往下跌？对不对？然后最近才开始涨，为什么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跌得够深了，跌得够深的时候，就自然有主力去介入。所以我说啊，中小型股分两种，有机会的，一种是跌升反弹的，但是要确定什么？要确定有人进场去做哦，爱卡顶工有人做哦。另外一种是啥？业绩绩优。好，这个也是有人做的，对不？这拢我讲给。这都是我们会员买的，我带会员在10月17号买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受大盘影响？有没有受大盘影响？昨天再创新高，现股30%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，我说未来题材不断，它不会受大盘影响，筹码安定，最主要是筹码，还有具有轧空条件，给那里再创新高，压回，压回之后还会再上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昨天跟各位讲过嘛。部队出发了，他就会有一定的目标。一支股票既然注入进去，一定有伊的目标的。但是这支股票对阮来讲，已经差不多脱离成本30%了。我会带你去买无买？因为我带你去买，你会感觉讲你怎么样？你会觉得说，你会觉得说怎么样？我叫你来帮我会员抬轿，不是？我们不是，我杨少海不是这种人。另外一档就是这个。有机会进去的，有低档有主力进去，这个改天我再跟你公开。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不是这个，另外一种是什么？绩优的，创维，我有没有跟各位讲过？有吧？有吧？这个就是属于绩优的，基本面绩优还没涨完，还会再往上的。这个是不是底型？我讲过嘛，底型突破之后。他这两天压回在干嘛？我讲一个简单的啦，这就简单的。底型突破之后，他压回之后，压回做个回撤之后再往上，这个就是属于绩优的。你了解我的意思不？所以说，我们虽然看空后面的盘势，但是什么样的股票会跌，什么样的股票会涨，我分得很清楚。当然，投资人有投资人的选择。你们有的喜欢做多，大部分喜欢做多，很少数人喜欢做空。可是各位投资朋友，你要做多的同时，你也要搞清楚啊，盘
第一点盘爱看切看有嘛，好、哦、有我伫个里边烦恼。第二点嘛呢，第二点怎么样？股票你要挑对啊。所以我刚跟各位讲过，中小型股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跌升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绩优的。但是不管跌升的也好，绩优的也好，有一个重点，怎么样的重点？爱有人做，爱有人做。今仔甲你讲一支股票，这支股票你只要今仔日敲电话来，拢会使来投。好，这档股票给你想做多的，好，否极泰来了，否极泰来就是涨，好，只要一档就够了。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想放空，想做多的，给你一次机会。否极泰来就是起，安那讲？简单讲，买到一个程度，无未阁落啊，不会再跌的，那个叫否极泰来。就好像什么？就好像奥斯特这个一样的道理。好，你不是去买这个，对不对？你不是现在去追这个，你要去买相同的位阶在这里的。安尼你听我的意思不？好，买到一种程度落袂落去，有人入去就是去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股票，这个叫做否极泰来，就是涨。啊，起的原因我个真简单，两点原因嘛尔。第一点，有人入去；第二点，筹码干净。你打电话来，我给你很简单三个条件，三个条件你可以打电话来要。第一个，你只能用现股买，不要用融资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扩大信用。有我这钱做我给康客。第二点，你准备多少钱来买这档股票？跟我助理讲，我礼拜一我才知道如何带你进去做。第三点。第三点，赚钱你要参加会员，好，我觉得这个是合理互利。我玻璃探底，你来参加，我会员这合理吧？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如果你连这个要求你都做不到，安尼拍谁？好拍谁？你个机会，这条探底机会老白人。如果我刚跟你讲的三个条件，你都愿意的话，这个股票。打电话进来，礼拜一我会带你进场去做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休息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助理人员洽询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千千万万个我，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啊！做好环境清洁，清除积水容器，才能免除登革热的威胁啊！毁了我的家，就没有千千万万个我了。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，用心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，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吹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更够好。
评价婚礼，顶席享受幸福就从一人开始。关于幸福等待，就像是我俩人生故事的前导片，给你一场高贵不贵美丽回忆。老店新开，风华再现，一郎以全新面貌为您服务。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。现在讲会跌的，好，会跌的，我告诉各位了，台积电。对不对？台积电原因在这里，哦，那个11月28号跟你说，隔周、下周会收黑反转，有没有收黑？2330的台积电，是不是这个礼拜告诉各位会收黑，下周收黑反转，有没有收黑？有没有收黑？收黑有没有继续往下？有没有？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时间转折，什么时候收黑，什么时候收红？好，我们的课程顺便提一下，明天礼拜六，好，准时上课。天气冷，多穿一点衣服，好，穿暖和一点。好，那准时上课不要迟到，可以录音，可以带笔电过来，里面有软体的，好，都通通可以带，不管哪一家的都可以。好，我们这一次的梯次完全额满，没有名额。好，要现在开始的，上完这个梯次之后。很快会上第二个梯次，下一个梯次，下一个梯次上完就不再上了。好，所以没有错过这一次梯次的，把握最后的机会。哦，什么时候收黑，什么时候红。上完课之后，我还留电话给你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除了台积电，我跟你说收黑之外，大立光，我们说会收黑，这个都讲过了哈，都同一个时间了哈。大立光没时间讲啊。顶礼拜我是不是讲会收黑？这一个我说下个礼拜会收黑，是不是收黑一样？这个都继续往下。好，有资金的高价股，我们带你做。低价股，群创。好，我一个礼拜三放空的，昨天我跟你说技术性反弹而已。我认为今天呐，14.6是好空点。今天最高来到多少？14.5。哦，这个都继续都，哦，这今日都无去都，好，都符合预期，空单续报。好，红准，我上个月预告这个月会是长线的时间转折，因为红准怎么样？红准你要从长线的架构来看，它这个也是属于什么？属于一个空头的反弹波，然后反弹进入尾段。好，所以这个月是时间转折。好，这个都讲过了。好。那看空怎么做？来，你看我安怎带会员安怎做啦？来，课讯伫遮啦吼。今日时间8:45，好，时间你看者，还未开盘哦。好，我们把镜头拉近，8:45哦，还没开盘，每个人都会收到我这一通讯息。红准，预挂多少？89.1，群创14.65，好，群创没来，好，群创最高到14.5而已。红准预挂89.1。龙卷放空嘛吼，来，今天开盘预挂89.1，相关偌济你来看，这最高多少？89.2，能不能空到？能不能空到？刚好穿价，对不对？今天最高我还没开盘就挂89.1，最高来到89.2，啊，这是能不能空到？刚好穿价，成交收盘剩88.1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价位，所以我说过了，哦，这次的 T 四你来不及的，剩下最后一次机会，开始预约报名。好，哦，下个礼这个我们这个 T 四上完，马上就要上下一个 T 四，所以属于这类型的股票很多，而且都是全职股，半康康全职股，做多中小型股，啊，你方向也很清楚，我没有多空的问题。我认为会涨的股票它就上去，我认为会下去的股票它就是下去，放空全职股不会被嘎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要做多小型股，不能去放空小型股。你听我的意思不？因为小型股有一些主力它会进去抢个过年红包钱。好，你有兴趣的，我说过了，我有准备给你。好，这个都是属于后面会往下的，后面会往下的，后面会往下的。
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不用担心，你要看股票无股票，那边烦恼讲你要买股票无股票，重点是啥？你无钱行做。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我说过了，今天给你一次机会，这档股票有人进去，筹码干净，否极泰来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涨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，欢迎你跟我们助理人员打电话咨询，留电话。时间关系，跟各位讲到这里，祝各位周末假期愉快，我们下周再会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说了算，我是物流专家，让全球热爱 MIT 产品。我是 Dr. Beauty， 让世界都变美。我是 Happy 达人，让香蕉皮变成抗忧郁保健食品。自由经济示范区才是台湾的潮，既在地又有竞争力，一起潮吧！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，也是门良心的事业。固德投顾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专业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当您投资失利、求助无门的时候，别失意，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，专业投资帮助您，拥有期货、股票双证照，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578-3000 2578-3000，最挺你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紧讲好。哇哇哇！大都会国际家具馆、大池摩天轮馆，冬日购物节挑战全年最低价，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，很大很好逛。快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参加冬日购物节，交通很方便哦。家里的窗它给我们安全与依赖，窗的传承者鹅牌气密窗，02-9871111。我最终于同爹地妈咪出去玩了，但是以前开车出去都大塞车，不过2013年开始不一样咯，因为有神奇的交通疏运，在车上可以好好休息，下车我们就可以开心玩咯。爹地说他终于不用我方向盘，把秀秀留给我和妈咪留。多搭车，少开车，交通疏运，乘上。